来自 SHE 的《不想长大》。那其实这首歌它里面有加进一段古典乐曲哦，应该就是说它已经把古典乐曲加进流行音乐了啊。我们要听不出来，所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子琳，送给大家这首歌。这首歌可是印象就是 SHE 的。